那个鲁小鬼真的是元妃的小孩吗？你为什么还想要问一个你不确定想不想要知道答案的问题呢？他不是你的小孩。 DNA 什么会骗人呀？你哪来的自信啊？他生日几月几号？上6年前那一次看来，地宝的生日应该是在下个月。每周六晚间10点，TVBS 欢乐台42频道《俏魔女抢头婚》。